哎，我操，打到我身上来了，牛逼！这个惩戒教的我真的是。他为什么要这么早交惩戒呢？我不要这个红 buff，我要这红 buff 有什么用啊？我刚刚走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他交惩戒的声音了。中，我说交这么快？他要交也是等最后一下再交。哦，我懂了，他想用把 W 的被动伤害打出来。我这前期拿红 buff 真没什么用啊，他反正也不敢跟我抢线。我没有没有红，我照样推呀。赶紧先升四级，音乐都没空关了，先升四。杀谁呢？我闪现 A 一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死。有空关了，我会怕劫，我会怕奎因，有种让他来，老子照打不误。把闪现放掉，哎，这个闪现没必要。哎呀，这个闪现闪亏了呀！我这兵线不晓得进没进去，豹你不会一标把我标死吧？哎呀，这个闪现确实没必要呀！下意识就想闪现误入给他带走他。你的样子，哦哦哦哦哦！奎因要死，好激情啊！好想也去参与参与啊！
玩一下嘛，太太。哎，大家可以帮我数数啊。我这波感觉应该多学 GW 的，我过去的时候不应该再学 E 的，对不对？我当时有这个概有这个想法，还是学的 E。整装待发。他打峡谷先锋去喽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不好受。算了。不要整峡谷先锋。整装待发。Shut down.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去前面看看路。迂回。他带的是扫描，他没有眼睛。坏了呀！只能再交个闪现了，刚刚好的闪现。呵，这两个人是一定要把我搞死了。你直接出来吧，出来出来，躲不了了。我这波刚好夹着的蓝刀了，哎，蓝刀早点开大招呀！我靠，这没打死。还打问号？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你直接出来 Q， 出来，为什么不能推呢？啊！直接出来 Q， 推不了。要迅疾。
前面还有个蛋呢。这么多真鹰，他也有影魔刀啊！我就说他这个手感打起来不太对呀、啊，如果没有影魔刀，应该是被我秒的才对。他还问他啥、啊？他那个线肯定出在龙推呀、啊，兄弟们！一层还没吃到，赶紧上去吃塔皮。我等级也没。也不高了，比剑魔还低很多。大一摸到，擦个眼吧。主要是龙也没拉呀，一直在下路搞搞搞。我先拿河道蟹吧。他这个中单奎因还能新出影魔刀，这个装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他对线的可是蓝刀哎！我去前面探探路。这是一血塔呀，正在报告。锁的话尽量锁一下，我需要把等级补一补，发育再补一下。我的等级比对面低了已经。这塔快掉的，看他要不要来真血塔。是长官。哎呀操！车子没，我想让这个塔掉，但是我车子没了。要迅疾。我又买了个攻速，我刚才卖了一个攻速，我又买了一个。把塔拆了。把上路塔拆了吧，先补经济，先把经济等级补上来。
谁的题？剑魔的题。有情况。感觉我需要队友，不然的话我有可能会被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哇，打得好乱。你的死亡。他在奎因。存在感还蛮足的。要蓝刀先秒一个人，他们全是小脆皮，他们这个打野啊，包括这个剑魔，除了这个探探，感觉这些人在蓝刀眼里全是脆皮，就是一个大招秒就能秒的事儿。这把要先要蓝刀有点声音才行，他如果没声音的话，我只能独自开瑞了，走单带路线了。小心走单带路线，独自开瑞。你看，其实我打峡谷的时候，你看我有时候喜欢抱团，但是打小号的时候，打着打着我就不想去抱团，总感觉很吃力，还不如单带胜率高。奎因出幽梦，这奎因又没有带骸骨镀层的，蓝刀杀他，我感觉都不需要开大招。有点难这把，我感觉我不会有什么助力啊。中亚鬼书法三让，这波可以过去，能不能杀一人？怎么就让这泰坦走掉了？这难道蹲下草丛搞一下人啊？
太难打了。有情况。是长官。你早点打不行啊，就两个人，你早点打不让他触发余震干嘛？我真不想抱团了，我操，他早点抬他触发不了余震呢，我直接开大招，我直接给我们俩把他杀了呀，我操。打得我蛋疼啊。正在报告。小龙。杀呀杀呀，哎呦我操，难道碰到鸟人都不敢杀呀？我操，打鸟人都不敢打，太难受了吧，这些队友整人整的整的这么难受啊。他这个装备骸骨镀层都没有，以魔刀全是零血量零护甲，在蓝刀面前不就是个裸体吗？蓝刀闭眼都杀了他了，点燃都不用挂，一套下去他就死了。我操，蓝刀撞到鸟人先跑啊，太 crazy 了吧，怎么这么笨啊，还专门玩蓝刀的。他都玩了快2000场蓝刀了，怎么这么笨啊，还是个大师。他这装备真的在蓝刀面前就是个裸体啊，骸骨镀层都没有啊。血量又低。怎么跟这些人玩啊，我操，怎么跟这些人抱团啊。这鸟人打他出影魔刀，我就感觉事态不对劲，肯定就是一直等鸟人吃完他再吃呗。
他那个有大影魔刀是吧？你他妈打这个剑魔会不会呀、啊？搁这挂。越打越生气。拼杀太惨了，能杀一点。打了个一千还行啊，还能玩，接下来抱团就行蹲一下，蹲一下，稍微蹲一下。不是，你都往上走。出来我就杀了你。不是，算了。